今天准备要出发了，前往无人区。对。然后出发之前呢，我们先来这边的这个核酸检测点，我们先做一个核酸。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在玉门那边的时候都一直都有这个24小时的这个核酸，然后哪怕是我们出来之后也不会，就是这个时间段不会太长。对对对。然后呢，我们最多就是72小时内的核酸，这样算下来是72小时内。我们如果去3个晚上的话，是72小时内的核酸，我们是都就能。对，就是回来的话会比较顺利。现在呢，早上我们要准备出发了。今天的天气也超级超级的好，走吧。这边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真的太热了这边。我们已经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了哈，差不多。对。一个多小时了。就已经没有信号了。一往开心。这边再往前就是玉门关。现在还没有到。还没到。既然没有信号，开始我追剧。昨天晚上把我想看的这个英剧已经全部下好了。怎么了，肉哥？那边对面是个啥？看起来像这个海市蜃楼一样，它是。属于是它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那种可能三生植物，然后映出来它下面是那个气浪，会折射这个光线，就像很热的时候那个地面的那个热浪的那种感觉，是吧？你看着那个地方，但是实际上很远很远，我知道，最起码5-6公里是要的吧。对。哎呀，看这路的两边老土了。哇，一进到这个自然保护区，看我们看见了啥，好陡，野马，肉哥能拍到。三匹、啊、四匹，对，四匹，成双成对呀、啊、还是。哇，好漂亮，好雄伟啊，好雄壮。对，雄伟指的是山河啊，可惜了，只能看到小小的一滴滴。呼呼，我们过了玉门关的那个主要景区，核心景区哈。对。现在开到这个土路上面来了，这边是一个主路的，这个叫什么？侧边，左边哦，右边。我们从那个从主路上下来了以后。这边是一个丝绸古道，是吧？对。刚刚我们看见介绍的丝绸古道的胡杨林，大家不要介意哈，就这个地方有树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这条河是苏勒河。苏勒河吗？对。开到河边，哇，有阿姨他们在拍照，一系列的红裙子，开心。要下去吗？肯定要下去啊！你摸摸苏勒河水，洗个手。这边的话，它是属于是我们以前的这个古丝绸之路的其中一条。从这边玉门关出来的话，有两条路，一条是这个楼兰道，一条是大海道。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楼兰道和大海道交集的一个地方。苏勒河这边的话，以前就是一个重要的水源补给点。这个地方吗？对，我们现在去，因为我们走了半天了，也就看到这个地方有水哈。对，我们现在去洗洗手，感受一下。走喽，玩水去喽。好嘞。看这边开始种树了，种沙漠植被。这边的话，种的有的，咱们国家30年的风沙制化。对，我是说这边开始有小的那种树苗。对，新的那种，新的一看就是新的，对，新种上去的哈。这势必要把这边打造出一片绿洲，还是蛮好的。这个地方就和我们上次去的那个三棵树有点像。对，只是说它这个河真的是很大。对，这是河，那个是泉。对，那个是泉水小溪嘛。对。哇，
好舒服哎！到这边来，看他们在这边拍照。哇！嗯。哇，好舒服。对，这边露营其实蛮舒服的。河水不算很清亮哈，不算很，其实呀也还算可以了。来，自己来试一下。来，不要。来试一下。我不要。我不要。怎么样？在古代啊，哇！在古代来到这儿，一定要洗澡，知道吧？因为进了沙漠之后，你不知道啥时候才出来才能洗澡。就是有水，有水的，像这种河流的地方就要洗澡了。该补给的补给，该洗澡的洗澡。对，灌水洗澡，知道吧？走你，陆总，走你。要玩水，节约用水。什么节约呀、啊！我靠，我们是把水浇到水里边，哪里浪费了？哦，这个还是有点凉哎，这个有点凉哈。嗯，相当的爽。玩完水，补给好，假装补给一下。好，然后我们要继续出发。今天不可能在这边，嗯、但是啊、嗯，我们决定了，就是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边录下影，我觉得这感觉很棒。苏勒河边露营，那我们现在去掉头，然后继续往前走。我们现在来到了敦煌世界地质公园雅丹景区啊，从这边再继续走的话，应该就没有柏油路了。对，因为刚我看到地图上面那个点儿啊，就只到了前面一点点就没了。啊，所以我们就。继续往里走，往土路，往土路走了，就要彻底的进入无人区了。其实这边也属于无人区了，只是这边建了景区之后修了柏油路。对，他会修这些游客中心啊这些东西。对，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油站啊、还有这个光伏电站，这些都在这边，所以经常这边会有人过来。这边有个加油站啊，简易的加油站，没，但是应该没有油。你看他这边都没有人、没有人管理啊。对，好，这边还有个房车过来，拖挂房车过来，然后我们要继续往里走。刚刚询问了一下那个开房车的那些老哥，他们是就是经常玩穿越的，然后告诉我们这边不一定能走。我们现在呢，先去这个景区的这个公安处，我感觉好像不太好。景区的这个公安处去问一下，询问一下，对，具体先问一下吧，我觉得。对对对，就我们想穿一个完整的这个大海道，但是，先目前这个情况的话，再了解一下，咨询一下，因为现在这边的话，就是到了这个路的尽头了之后啊，这边是属于景区了，它属于这个国家地质公园。的这个景区是吧，老光？对。然后这边是我们要从这边才能进得去，对。哦，相当于它这个地方就是已经算是围起来了。对。但是如果我们想进那个大海道，甘肃段的这个大海道，穿到新疆去的话，就要从这个地质公园进去，是这个意思吧？对对对。所以得先过去问问。问他。对。然后这样搞起来，走罗布泊、走楼兰那边的话是需要这个报备的，报备是需要报备的。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如果你要穿大海道，应该是从新疆过来要好一些。就是穿新疆段，你要从新疆直接进来的话，啊、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一个跨省的一个路段嘛，整个大海道也不一定，对，它也不一定允许穿。我知道它的，反正它那边的就是，如果按照。我看在我在视频就是哈密那边旅游局推的视频的那个上面我看到的是他们的核心景区就是从新疆那边走会比较好一点。对对对，
那边是属于大海道景区了，它是把它搞成一个景区了。嗯嗯，我们走的是一个完整的大海道。我知道是从甘肃的，甘肃这边，就像以前走的那个古路古道的那种。哎，你好，是需要些啥？啊，健康健康码扫码是吧？两个人。好嘞。好，我们在这边找到了这个公安处，然后现在我们过去询问一下，看这个进去的这个情况。这边警察同志非常非常热情啊，给我们讲了很多。现在这边是不让走了，但是以前去这个大海道、去罗布泊都是走的这边。对。然后现在的话是有另外一条路，就是从七里镇那边，就是我们路过的那个光伏电站，对，豆豆也拍了照的那个地方。嗯。从那边进。从那边。然后是就是我们的右边进是吧？对，我们的右边进，然后呢？每个车要收费的，收100块钱，然后你就可以从那边穿大海道。然后我们今天呢，从这儿再过去的话，又还要走100多公里，然后我们今天可能就到不了那边了，我们就先。现在我们走了多少公里了？这个100多公里。对，我们这样返回去又是一百多公里。对，我们的油箱的油就不对了。啊，我的意思，我们要不要在疏勒河那边注册今天，然后明天再从那边走到七里镇加油，嗯，然后再穿也可以，可以啊，可以 ，OK， 那就这样决定了。这里就是越野人口中的三弄沙，亦称三弄沙雅丹，从这里往西。就是楼兰道，途经楼兰遗址，往西北就是大海道了，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从沙洲进入西域距离最短最难走的路。